2000公里外，一场搜救演习正在进行。可以起飞。公速22，低速24。搜救无人机通过 5G 网络，将高清视频画面实时传输到公安指挥大厅。 从发现目标到搜救队赶到现场，只需要10分钟。5G 技术、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云计算，又一个科技新时代正在到来。创新驱动的中国，在改变自己，也在改变世界。